我想要我们的 Lucy， 这言下之意是不是我们宝宝未来要叫 Lucy 的名字呢？嗯、结果呢，这古老师后面下面就回了，我的 MC 来了 ，Lucy 没有了。哎，这个意思就让大家很好奇，你 MC 没来，然后 NC 来了，但 Lucy 没了，是不是代表我们有感情，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谈到这句话呢？所以说，他说他现在心情很差。哎，结果这个理性水怪不死心，他说那是不是提早来了？古拉斯回说：“刚好28天，哇，像前后文整个兜起来，这个 Lucy 很明显了吧？明显的感觉就是哈，这个未来可能他们有希望有一个爱的种子生下来。这个水果给这个 Colas 取什么代号？叫做圣母峰。哎，而这个名字蛮耐人寻味。他说圣母峰就是你了。他说，哎，那个 Colas 还回说，有意的回说，那你说我是圣母峰，但是如果你装备不够，你就无法攻顶哦。哎。”这句话其实蛮暧昧的感觉，好像说，哎，你今天要来攻我顶，你必须要、哦、做好准备，你才能征服我嘛，这种感觉。他说圣母峰呢屹立不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理性水库也没在死心的，就直接说这圣母峰呢已被占领。